Ready, set, go! And the top. Hello, Gemma. French Market 就係一年一度令到你可以去感受法國文化嘅好去處。當然唔少得咗小朋友好中意玩嘅機動遊戲，同埋一啲小朋友都啱玩嘅活動。仲有法國嘅地道美食啦，同埋音樂表演。而由 Chatsworth 揸車去 Kennedy Heights Public School 咧，大概12至20分鐘。至於點解會揀呢間學校去搞呢個活動呢？我會喺活動嘅片段完咗之後咧，我整理咗一啲2021最新人口普查嘅數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將當日大概2.5小時嘅片咧，就剪咗大概10分鐘嘅精華俾大家睇。在澳洲咧，學校搞出呢啲大型活動咧，都好歡迎家長去幫手嘅。我哋太晏嚟啦，好多嘢都已經賣清光。好講返先，片中提到嘅其中一位主角呢 James 就係我仔仔嘅 best friend。 哇 James， 哇What's your idea? Let's see, you guys go in the same spot. Which one? Storm! Go, go, go! Okay, another one.
Thank you.
好啦，讲翻点解会拣呢间 public school 同埋呢一个区搞呢个 French Market 呢？因 Killarney Heights 呢个地方咧，从前咧就好多日本人居住嘅，但系咧后来咧就搬咗去另一个 suburb 叫 Terry Hills。咁喺 Terry Hills 咧就系一间 Sydney International Japanese School， 咁咧佢哋系日语、英语双语教学嘅。越嚟越多以法文为主要语言嘅人咧搬咗嚟 Killarney Heights 呢个 suburb 居住。呢、這个 suburb 人口密度相对比较低，大概有4500人住，咁有1260个 families， 超过 95% 都是独立屋嚟嘅。我哋用一个华人比较集中嘅区域 Chatswood 去比较一下，而 Chatswood 咧得20%是独立屋，而有接近68% 是 apartment 嚟嘅。呢、這个数据只反映人口密度，因为 Chatswood 的 apartment 咧分分钟咧贵过 Killarney Heights 嘅独立屋嘅。在 Killarney Heights 有 2.7% 的人是在法国出世，而全个 New South Wales 计只有 0.1%， 所以 2.7% 是很集中的。不计英文，这一区最多人在家讲的语言就是法文了。而在 Chatswood 不计英文最多人讲的语言就是 Mandarin 普通话，其次就是广东话了。除了 Killarney Heights 和它周边的 suburb 例如 Forestville 和 French Forest， 其实都住了很多以法文为主要语言的家庭。这间公立小学还会提供法文的课程，而且是在上学的时间上堂的。他们会分开家里是有法文背景的家庭和没有法文背景的家庭，但他们都一样会有法籍的老师去教他们法文的。在这个学校提供这个法文的课程，其实就是搞今次 French Market 的机构合作的。多谢大家收睇，如果你喜欢这条片，请你按 like 和 share 给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Nephew in Sydney， 有新的片你就不会错过了。